大众，请合掌。恭请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阿阿弥弥陀佛。陀佛。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首先抱歉啊，刚好设备刚刚在调整当中。耽误大家时间，抱歉，阿弥陀佛。我们停了差不多2个月的课程，今天再次跟大家相聚。刚好今天的背景呢，是西方极乐世界图。我想我们最重要的不忘了跟师父上人的约定我们要同聚莲池海会。而且，老人家，曾经也对着我们弟子讲，我们现在求的没有别的，多带一些人，回极乐世界。我们以师智为己智。尤其师长专弘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经文当中告诉我们，如是妙法性听闻，因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友。我们有师父上人这么好的老师，带领我们深入这一部大经，我们应该受持而且我们不止这一生要圆的。跟阿弥陀佛的约定，跟师父上人的约定，我们还应该尽我们的力量，多带一些人，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不辜负师长一生弘化的苦心呢，也不辜负呢，我们跟他老人家这一生师生之缘呢。这个师生的缘呢，是在无尽的时空当中呢，很可能是积累的。无数劫了，才能结这个师生的缘，所以我们不辜负师长，我们念师长这份恩德，念师长恩呢，就是。菩提心的，那当然，我们也要
听懂师父的教诲，看懂师父的表法示现啊，成得个人感受啊。啊，老人家62年的教化啊，讲得很圆满啊，而且做得很圆满。让我们在读着经教都能联想到他老人家的行仪啊，心大悲，名有情，眼慈变，受法眼啊，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眼啊，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老人家开了啊，对这个世间啊所有问题的法药，老人家有智慧啊，这些法药都开了，假如我们弟子不配合，不同台演出啊，这些法药就糟蹋掉了，众生也不得利益了。所以真的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啊，有无数的因缘啊，在成就我们的道业。就像师长说的，我们学佛啊，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所做的都是在指导我们修行，我们要认识他老人家才不会修错了。那他老人家啊，三一一波啊，那就是提醒我们安贫乐道啊，以戒为师，以苦为师啊。他的那个讲经呢啊，在经典当中没有记载。今天佛陀放假了，哎，没有，哎，这都在给我们表法，就是为了众生呢，诲人不倦，不疲不厌，我们看。师长效法释迦牟尼佛，也都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能看到是我们的因缘福报啊！怎么珍惜这个因缘呢？效法佛陀，效法师父上人，这叫习缘啊。不然我们看了师父的表法，佛陀的表法，我还是我，那就把这个因缘给糟蹋掉了。所以我们学佛，我们要越来越像释迦牟尼佛。我们学无量寿经，我们要越来越像阿弥陀佛。我们跟师父上人学习，我们要越来越像师父上人。因为学
觉的意思，学有效法的意思啊。哦，有个小故事。哦，有一群鸭子跟着老鹰学飞，学了一天呢，从早到晚了，很认真学啊，终于学会飞了。哦，这群鸭子很高兴了，然后对着老鹰说：“哎呀，谢谢你今天教了我一天了。”哦，感谢完呢，这群鸭子啊就走着回去了。哦，那我们跟着师父学了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可能还有更长的。学完之后，那佛法种实质了。哦，哎，我效法了哪一些呢？佛法重实质，不重形式。哦，不是。哎呀，我常常都梦到老法师，这样缘分就深了。哦，那个有时候变成太情执太重了。哦，我们关照关照老人家讲的，我们落实多少，这个是师父领进门来，修行靠个人，要我们来勘验的。所以我们的因缘，有佛陀的成就，有师父上人的成就，甚至于可以延伸开来，有佛陀的十大弟子在配合成就我们，有孔子的十大弟子在配合启发我们。一佛出世，千佛永代啊。但是重点是我们这些弟子们要能看懂佛跟他的这些弟子跟他当世的人的配合，我们看懂了，我们才能得到启发，进而去指导我们，或者我们效法他们。比方说佛那个时代，奇数集孤独园的因缘，是孤独长者倾家荡产的，要把这个园林呢，要供养给佛陀啊，那他护法的心呢，倾其所有啊，哎，那我们看懂没有？看懂我要效法。我有没有尽我的力量弘护正法？师长让我们最敬佩的地方，他说的他都做到了，这个对我们一个从事教育的人，这个真的是最大的震撼的。尤其在晚年那么大年纪了，超过90岁了，在国际间奔波，有一年英国汉学院好像就去了一年，去了两三次了，都为了故此这些年轻发心的同学们，
也很可贵啊，不少同学啊，他们在学习，在弘扬的过程，说到啊，只要想到老人家的眼神呢，他就整个精神呢提振起来，就勇于去突破他的挑战。好，因为老人家的眼神充满着慈悲、柔软、坚毅、坚韧，很有毅力，充满了理解、体恤、包容。哦，我们当老师的人呢，眼神能够传递这样的一个正能量啊，那我们对学生就很有摄受力啊。我相信每一个曾经亲近过师长的人，都会被他老人家的眼神所摄受啊。哦，那么清澈无私啊。哦，那么善解人意啊。啊，这都是师长给我们展现怎么当老师啊。华严讲了，重重无尽。其实我们也受了佛菩萨、师父上人，包含这些祖师圣贤，重重无尽的恩德，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是我们要善于去体会他们的苦心。啊，阿难尊者。他配合佛陀教化，让阿难尊者乘船大法，每一部经都有如是我闻呢。啊，他做的七个梦里面，就有一个梦是须弥山在他的顶上，他把他托起来，不觉得重，那代表啊，他要乘船佛法。那他这个表法也是给我们提示了，我们是学圣教的人，当今之事，舍我其谁啊？这是阿难给我们的学处啊！啊，我们也不能辜负他的表演啊！包含佛要涅槃，他伤心了，他已经证出果了。但是他的私货还没有断，伤心流泪啊！旁边已经正果的师兄弟提醒：这么重要的时刻不能感情用事啊，赶快请教佛陀几个重要的问题。那我们要问问自己啊，我们跟师父学习也不能用感情。用事啊，得要提起理智哦。我们记得啊，大家一起学习这个十年因缘，哦，我们花了十几次的课程哦，老人家一个小时不到的开示啊。我们一起学习过程，感受到每一段呢都很关键啊，因为这一段开示啊，把老人家怎么学习啊，他和盘托出了，忽略了哪个关键点呢，可能学不成了。
前半段他老人家怎么当学生的，啊，后半段他老人家怎么弘法的，怎么教学的。其中有一段呢，提到善知识对我们最大的帮助是什么？啊，是不是我们的善知识哦？是我们最重要的善知识哦。我们从他老人家名师受戒哦。那他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帮助我们放下忧虑、牵挂、分别执着，包含他老人家原籍也在帮助我们放下分别执着。佛如是，师父上人亦如是哦。老人家是成愿的来度化我们，这个我们自己啊，都要会观察。啊，看大慈菩萨说的，啊，你帮助两个人往生极乐世界，啊，你比自己往生功德大，哦，帮助十几个人，哇，那你的功德不可称说啊！你能帮助几十个人呢，哇，那你是。菩萨化身，你能帮助千万人呢，那你就是阿弥陀佛啊！那我们自己从师父上人他教化的人，教化的地区，受用的人数可以算是空前的。哦，当然承德没有说哦，跟祖师们较量的那个意思哦，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法。哦，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老人家所处的年代非常的特殊，传统文化的最后一代。又遇到科技呢，快速发展，最后有网络，以前没有啊，所以教化的面没有达到这么大，那甚至于还上了联合国这样的因缘成就啊。所以这个是有愿的。那我们假如从教理来看呢，佛菩萨成愿再来，有没有起心动念呢？他是随众身心应所之量啊。他来应化啊，印光祖师大势至菩萨来应化的。那个时代啊，就有不少毁谤佛法的了。印祖他来示现了，他自己也毁谤啊，他应激啊。他自己眼睛也快瞎掉了，他忏悔了。
最后我眼睛又复明了。因为他从小读儒书啊，那可能那时候佛教它有这种迷信的一些现象出现了，又没有人讲经了。哦，就像师长，他小时候甚至青少年时期，他也觉得佛法是迷信的。他在应这个时代的机缘。所以，既然是应机缘，那都是为了启发众生的，都是从他的慈悲心流出来。所以他留是慈悲，他走也是慈悲。我们得从这些地方去体会啊，佛涅槃是不是慈悲？佛涅槃呢，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呢，因为这个缘而大大提升啊，我们就举一个例子就好了，就是阿难尊者啊，他是佛陀的堂弟呀，所以他有依赖的心呢。结果佛一涅槃啊，当然大迦叶尊者啊。以师兄弟的立场啊，给他训勉了一番呢，他就生惭愧心了，很勇猛的修学，就证阿罗汉果了，所以五百阿罗汉集结的时候啊，是证阿罗汉才能进去集结，所以阿难尊者是穿墙进去的。参与了经典的集结了，那佛涅槃就变成阿难尊者正果的真上缘，所以佛缘涅槃也是慈悲，也是成就学生。阿难尊者都在给我们表演，那承德观察啊，我们也有不少同修啊，在这60多天呢，有很大的提升了。哦，一来啊，尽这一份的孝心、孝思啊，在这60多天啊，很清净的念佛。做功德、放生、印经，尽力做功德，回向老人家，感念这一份恩德。师长也在让我们提升了，让我们不能再依赖了，要承担起来。棒子已经到我们的手上了。记得19年中师长特别联系我们道光长老到巴黎。当时候对长老讲这个正法的承传呢，像接力棒一样这个接力棒要传给你们那道光长老就是我们四众弟子的代表我们也都有一份责任
来承担师父上人这一生弘化的事业。我们不能依赖了。哦，那这一段时间，哦，在我们啊道风长老、行宫长老啊，他们带领我们师众弟子啊，一起念佛修功的啊，也有礼请中国佛教会啊来办理啊师父上人的图品啊，还有啊传供啊赞颂大会啊，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后啊，啊，透过这些大会，啊，很可能让我们啊更去反思师长给我哪些教导，啊，师长哪些志业，我应该尽一份力，啊，尤其。老人家90岁之后啊，最强调的就是一条龙啊。人存正举啊。弘护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人才啊。有人才啊，事情一定能做得成。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啊。啊，所以师长这十年因缘讲，希望年轻人发心了，一辈子做小学老师呢，能陪孩子从小到大，把他德行根基啊扎牢了，啊，在这些。大典当中啊，啊，我们也感受到啊，这道公长老、行公长老他们啊，也是给我们表演视死者如视生呢，啊，他们啊，在迎师长的设立。都是啊，犹如啊，师长在眼前，恭恭敬敬跪着禀报，然后再把这个舍利啊，请到现场，啊，到了现场，我们师众弟子啊，都是跪着迎接啊师长的舍利，啊，其实中华文化。就是礼乐教化，这些礼仪的过程都会启发我们，都会让我们的内心呢产生共鸣，那我们从事教学对这一些都要用心的去领悟，然后要把慎终追远的落实在我们自己的家庭，甚至是我们的班级、我们的学校里面。这一点老法师可谓做得淋漓尽致了，啊，将孝道透过祭祀啊来弘扬。晚年在香港连续办了好多期，都是七八千人、上万人的，
海内外的华人一起来祭祖。看那种祭祀啊，无形的一种摄受力。那刚好英国汉学院的校长到香港啊，亲近老和尚，结果刚好参与了这个七八千人的祭祖。他看了，虽然语言不通啊，很感动，我还流泪啊。后来跟师父上人说，可不可以在伦敦办一场啊？啊，一个英国人祈请到他们的国度祭祖啊，老人家答应了。当然，这个担子落在道公长老身上啊。啊，长老很孝顺啊，真的是父母呼应勿缓的。哎，诸位同修，大家想一想，到伦敦办一场祭祖法会容不容易啊？啊，我光是想着那个钟要怎么运过去，我可能当天晚上就睡不着觉。哦，当然特别可贵。师众弟子啊，都是全力配合啊，长老指导呵呵带领啊，完成了不少啊。我们以前看的一部电影叫《Mission Impossible》啊，叫《不可能任务》啊。其实这一次这个啊，传供赞颂大典呢，义工就超过2000人呢。哦，这个大家同心协力啊，保人家这个后事啊，办圆满。哦，那师长把祭祖祭孔都供养到了西方社会来。那老法师真的是完全跟我们祖先的心境相应了。那祖先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老祖先做事他的出发点考虑哪里？他不会说，哎呦，我考虑我的国家，他考虑天下。啊，因为覆巢之下无完卵。啊，所以老法师他真的是随时把天下苍生放在心上。啊，连跟人家啊初次见面，人家问你是哪里人。师长说我是地球人，我们同乡啊。他抓住每一个机会点提醒我们，地球村啊，这么紧密相关的因缘啊，我们怎么可以不为天下去打算呢？而天下的灾难要怎么化解？灾难的根源是什么？就是人心呢。做善降之百祥，做不善降之百殃啊。一句话就讲完了，尚书的教导啊。啊，那人心要善，要从孝亲尊师启发，这是地藏菩萨的表法。啊，历史啊都是后世写的，啊，但是承德啊很有信心的，这以后历史都会写。啊，150多年前的
西方社会是用船坚炮利打我们的。150多年之后，我们用我们文化里面最高的祭祖祭孔来供养他们。老子说以德报怨的。那刚刚跟大家有分析到，师长是在这个时代很特殊的大善之士，他弘化的人数范围，包含他提倡的理念，都很特别，宗教团结。看历史当中，我们儒释道哪一个高僧大德大力提倡这一点？但是到我们这个年代了，它整个科技这么发达，不同宗教之间接触这么紧密，甚至于是有很多冲突都是因为宗教而起的，有这种时节因缘，老人家刚好在宣讲华严，华严是世事无碍啊，老人家把华严给我们演出来了，而且这个时代四种关系处好了，才能重新恢复和平了，这又是老人家给我们开出来解决这个时代的法药了。老人家尽力了，把图文巴都建成宗教族群的和谐示范城镇了，可是要保持哦，甚至还要发扬哦。所以刚刚举的阿难的表法，他们也在成就我们的道业。哎，孔子也是啊，孔子那时候礼崩乐坏啊，我们现在几乎礼乐也都忽略掉了，社会很乱的。孔子表演给我们看了，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那我们要效法啊！不能在我们面前看到成果，但是我们做铺路石，我们也要做的尽心竭力啊，让下一代踏着上去，青出于蓝胜于蓝啊！而且师长也提醒我们，文化要再度复兴了，急不来哦！谁想很快复兴了，会造罪业哦。欲速则不达，会弄巧成拙。得稳扎稳打，得三到五代人锲而不舍哦。每一代人，这三五代啊，每一代有每一代的因缘。跟承担哦，我们看不到结果，可是我们会很坚定的去做哦，我们不会气馁哦。哦，而且孔子还七天没饭吃了，是不是也在成就我们？我们一想，我也没有一天没饭吃了。哦，人家孔子这种苦都吃了，我们这个算什么？哦，你看佛陀，人祖仙人遇到割力王，给他割截身体，这是他修行过程遇到的境界。可是他老人家这么一表演呢，我们遇到任何挫折，只要想到这个公案。跟佛陀比起来，小巫见大巫啊。
拍拍屁股就站起来了，不能耍赖了。这么一点小挑战啊，就要退缩，那这个对不起佛陀的表法了。颜回也是配合孔子来启发我们。啊，我们看颜回啊，在《论语》当中提到，有一次啊，孔子失身了，在匡地遇难啊，人家要杀他们了啊，约好地点啊，大家分头逃难啊，后来慢慢都来到了相约的地点，最后。颜回还没有回来，当然孔子会担心喽。后来终于回来了，孔子太高兴了，脱口而出啊，我以为你死了呢。接下来颜回回的那个话，其实对我们都很重要。颜回说：“子在，回何敢死啊？”这代表颜回他很清楚，孔子对整个中华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啊，上下5000年要靠孔子传承下去啊。没有孔子啊，我们就不认识尧舜禹汤了。先孔子而圣者，啊，非孔子无以名了。我们都不认识他们。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孔子以后的这些圣贤人都以他为榜样。所以颜回他当弟子，他知道他的老师的重要性，他的老师的价值在哪里。那我们透过颜回要问问自己，我们知道老人家对佛教的重要性吗？对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吗？对这个世界重新走回和平的重要性吗？假如我们能体会到啊，我们会以失智为己智啊，我们不会再让一秒钟空过了。为什么？因为因缘呢，是有时节的。就像正法时期，假如没有佛陀的弟子尽力的去弘扬，那这个法怎么继续传下去呢？啊，相信佛涅槃之后，他的弟子们更积极的去承担弘法任务，所以法能传下来。同样的，老人家圆寂。接下来这10年，我们当弟子能不能把他的一代十教，包含救世的理念，能够传承发扬？这攸关他老人家一代十教对众生能不能受益的长远？可能这10年是个关键的，机不可失哦，时不再来啊！这一句话，师长老人家在晚年呢，
提了好多遍。尤其啊，我们台湾的弟子们要更去体会，因为从因缘法来讲，我们应该是全球炎黄子孙，受到中华文明熏陶，缘分比较好的地区，我们有这样的因缘福报，那我们应该做出最大的贡献，这是我们对因缘的回报。老人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块？铁定有啊！为什么09年在台湾待了整整一年，师长住席在哪一个地方，都有他老人家的苦心在里面呢？我们当弟子的不能粗心大意啊！就像05年3月陈德刚好到澳洲净宗学院跟大家一起学习弟子规，早上跟师长散步，师长走啊走啊突然停下来，回头看着我们几个弟子说，澳洲啊是地球上的天堂。真的，陈德第一次到澳洲去啊，出了机场，哇，蓝天白云，就是好像看的每一个景，就像以前看那个西方的油画啊，就是都很漂亮啊，空气非常的清新，那个树木啊，都几个人抱才抱得起来，他们大自然保护得很好啊，所以当师长说啊，这个澳洲是这地球上的天堂啊，也有一点感觉。师长接着讲了，但是现在众生呢，很苦难的，我们也得下去。不能待在这里享福，这都是师长的考虑啊。老人家为什么在香港？老人家住在香港，13亿的同胞感觉怎么样？哎呀，老人家很静啊，有没有安大家的心呢？再来，香港是我们华人当中经济开发算是最高度的地方吧，经济开发越多的地方越需要教化，越需要把业力消掉啊！这都有它的考量在里面，我们看懂了，我们在人生的一些抉择上啊，才能把这些考虑用上啊。09年有待在台湾一年，当然缘起啊是要用牙齿的，所以我们刘医师请转法轮，请佛住世啊，他是个孝子啊，对父母亲非常孝顺，对老人家也非常孝顺，
那借由这个用牙齿就慢慢用，还请了讲望镜还原观第二遍呢，是在台湾讲的。台湾可以成为复兴中华文化的火车头啊。而且复兴文化没有副作用啊。这一点我们有一点体会啊。当时在庐江，文化教育，犯罪率下降了，离婚率下降了，连收入都增加了。大家一起来学习了，他们很有使命感了。那人气多了，当然经济就很自然就发展上去了。一般来讲发展经济啊，可能都会造成社会治安的问题。可是发展文化教育观光，这个对台湾的发展是太好了。我们也看得出来，真正有担当的人站出来大声疾呼，老人家一定全力支持的。很可惜啊。这么一过啊，13年过去了，还来得及啊。作为台湾同胞，还来得及啊。机不可失啊，时不再来啊。台湾在儒释道方面，那都是得天独厚啊。你光我们台中联社教化70多年了，学宫38年，醒宫接着36年，都没有间断的。你看醒宫到95岁啊，一星期还上课3天呢。哇，他们那种效法自己老师那个精神，真的让我们动容了。他们都是以李老师为榜样，要包含你看李老的学生当中，江一直老师现在在艺术界用艺术教化，那无人能出其右啊。在律中界，果清律师那是泰斗啊。也都是在台湾的大善知识呢。你看儒释道还有多少善知识在台湾教化，我们都要延续，都要传承的。那当然传承靠人才哦，人才还得从胎教从小。所以诸位老师们啊，我们共聚一堂啊，我们的因缘是老人家强调一条龙的教育，这是老人家救世理念当中其中一点。那我们现在要以师字为己字，那我们要想想师长有哪些救世的理念，有待我们去发扬光大。
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这一段时间，你看师长也给我们，他曾经表法的张家大师原籍呢，师长在老人家这个身旁搭了棚守灵三天，在想这三年呢，大师教我什么？那老人家圆寂这60多天了，那诸位同修有没有思考过，师长教了我什么？承先启后啊，继往开来，我们得清楚老人家教我们什么，我们要继续把它传下去了。有没有哪一位同修您有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愿意跟大家分享自己静下心来，觉得师长教了我哪一些重点？诸位同修啊，你们代班这60多天应该会谈到这个题目吧。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挺重要的。好，有请张一斌学长。那还没打开呢。尊敬的上层下德法师，尊敬的诸位家人们，大家晚上吉祥。刚才老师提到有没有思考这个师长的哪些旧事里面需要我们承传下去。那一边呢，这段时间和我们学校的家人们呢，感觉到师长说到古法的这个教育，就是从这的古法教育要传下去，才会有圣贤君子呢将来会能够出现在这个世上。而现在呢，我们也是半路出来的，也是成年以后才跟着学习。那师长老人家也说，这个教育要做的成功了呢，需要3到5代人，不能急。谁要是着急的想把这个事办出来呢，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那这两个加在一起呢，就是说像刚才老师讲的，我们要安下心来，就像师长老人家指导的那个传统文化应该具备的传统文化老师应该具备的素质，那个里边呢有提到我们的这个教育是要有筹策的这个教育。那我们自身呢，作为传统文化的老师呢，要以身作则，自己呢要延迟这些，就是严格的按照这个古法的教诲。谢谢老师。好，谢谢。
张一斌学长啊提到的这个啊，要用古法。陈洪谋先生说啊，天下有真教术啊，师有真人才啊，所以教学的理念方法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啊，也不能只有重视到教学的理念方法啊，比方说读经是很重要的方法啊，父母老师他重视了，让孩子一定要读，可是忽略了孩子内心的感受啊，逼的让他对传统文化反感。所以这个大乘佛法说不执着，就是不能出现执着点。你一直成病的。有些人就觉得读经就能教出人才了，那又是一个执着点。我们现在很容易啊，我觉得哪一点最重要，就执着只看到那一点。你说有方法就能把孩子教出来就教他背，就能教出人才来。那以前的家族为什么还要千里寻师啊？那老师一举一动，学生都在看着呢。真的感觉我们这个年代啊，特别容易出现执着点来固执自己的角度看法所以大家要集思广益。因为为什么我们都不是从小学的我们依止养正仪规，依止师长的教诲，然后呢很客观的依照孩子的学习状态，我们来总结经验避免出现执着点这个着相啊真的是太容易了所以为什么说佛法说重实质不重形式，因为有时候形式就容易着那个相比方说这个念佛拜佛念佛读经，这个是手段的，那目的摄住我们的妄心的它是一个手段的，但它实质是要摄住妄心的假如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诵经的时候我们还在跟别人比他说他昨天念五千，我今天铁定要念一万他说他昨天读经读五部，我今天铁定读七部，你用好胜心了所以包含老人家讲一条龙，你也不能着在外面像我从幼儿园办到高中，我是一条龙啊，这也是一个外在的相啊。教学的理念是不是古法？你教学的方式方法不对了，它达不到那个效果因为师长讲经也提到了古代教孩子的方法跟佛门求清净心、求根本智的理念方法是相应的
所以读经的目的啊，是让他的妄念越来越少，心越来越清净，能背是附带的一个效果。那现在的教育系统，它是西方的系统哦，哎，有时候我们真的得要很清楚啊，这100多年来的发展啊，很多的理念都是西方功利工业革命以后所产生的理念在主导的。工业革命它是生产，所以一些材料来了，然后呢透过机器，然后产品就出来了，不符合我这些规格的就是次品，淘汰掉。那也把人当产品了。好，进去数学、语文，然后就出来一个产品了。连种菜也是一样，化肥、氮、磷，然后就要长出可以吃的东西出来了。人不是物品，人是万物之灵，它是有灵魂的，它是有感受的，它是有差异的，它是要因材施教的，它有时候还要等待的，因为它大器晚成。它是不是一个制式化就能出来的？我们好像不知不觉呀，太重视物质了，就会被物化。物化呢，就特别重视那个看得到的，忽略那个看不到的。看得到的，哇，他考高分呢。看不到的是他的得失心越来越重。看不到的是他的攀比心、好胜心在重了。所以为什么很多名校的孩子忧郁症甚至自杀？因为父母老师忽略了那个看不到的。最近刚好要分享呢，群书之要与企业管理，那自己对企业管理也是外行所以赶鸭子上架得要赶快找一些榜样稻盛和夫这个是菩萨在企业界实现的所以大家不要紧张佛菩萨随时都与我们同在的看得印象很深刻稻盛和夫说，制度是企业的基础，可是有比制度更重要的，就是人心。制度看得到哦，人心看不看得到？看《论语》里面有讲哦，子贡问为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这三个因素很重要哦。子贡很会问问题必不得已而去，于是三者何先呢？孔子说：“去兵。”必不得已而去，于是恶者何先？孔子说：“去死。”你看，食物、军队都看得到，信任是无形的，但它存在。
孔子说：“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人民对国家没有信心啊，他可以毁于一旦。啊，我们看纣王，啊，看秦二世，请问他要灭亡前一天，他国库里的财物多不多啊？”他的军队多不多啊？可是他很快就被推翻掉了，老百姓不信任他。哎，我们当父母、当老师的，那个看不到孩子的内心，我们感受到没有？知其心，然后可以救其事哦。一个团体的凝聚力在哪里可以看出来？在他的团队人的脸上就看得出来。啊，假如这个团体下情不能上达，每个人脸色就苦瓜脸了。啊，领导很强势，啊，团队里的人一定没什么笑容。这个都是存在的，哦，所以稻盛和夫，哇，他这些见地啊，太可贵了。事实上，制度不是最主要的，有没有培养出真正大公无私的干部、人才，这个才是重点。可是我们都太过看重或者依赖那个看得到的。哎，他又提到了人才啊，才能很重要，可是比才能更重要的是人品。所以古代都是举孝廉哦，他重视人品，孝是做人的根本，廉是做事的根本。啊，稻盛和夫又说了，啊，物质的奖励是重要的，因为他要生活。可是精更重视精神的鼓励。啊，假如我们都是用钱来带动员工哈，那另外一家公司加个1000块钱他就走了。可是假如这个公司它是很有理念的，他们所做的是很有意义的，那员工不会走了。甚至于他的企业是可以给整个企业界表法，那很有意义啊！哎，这个是师长救世的理念之一哦。20个企业落实传统文化，可以振兴传统文化，这是老人家对这个时代开出的一个发表，因为企业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到数据里面，成功人士都企业界的占不少。假如真的有企业有这个使命啊，大家要畏诸数类，做不请之友啊，去护持他们啊。主办元龙嘛，他发心他是主啊，这个企业是主，我们是办的。哎，企业落实家文化，这又是老人家提的一个重要的理念。一个人成长要环境啊，
他也有家庭环境了，现在大家族没有了，啊，企业是他一天当中啊待最多时间的地方。那这个企业有文化，他随时在里面熏陶，甚至他的下一代也透过这个企业的文化在熏陶。难啊，我们这个时代好难啊，但老人家都想出方法来，就看我们做不做了。哦，日本有不少企业家他有这种家文化的理念。那稻盛和夫都说我是跟中国的老祖先学的哦。啊，他对大众都是这么讲哦。啊，他有的企业房贷投机款，哎，企业帮忙出了，这样他的员工压力就没有那么大了，当亲人一样爱护，这个向心力凝聚力就强了。好，时间到了，这个还是再次向大家致歉哦，今天耽误了一些时间。那我们共勉啊，我们以失智啊为体制，而师长其中有一个法宝啊，其实在我们任何境界这个法宝都能解决问题，都能迎刃而解，就是儒家的三宝，坐之君，坐之亲，坐之师。因为我们回到君亲师的心境就很真诚，君臣所至，君师未开。问题，因为我心用对了，问题就会改善了，因为医报随着正报，所以这个君亲师不可须臾离也。只要我们能用君亲师一反观呢，我们就知道我们哪个地方还做得不够，真的很好用哦。啊，假如大家用了不能解决啊，找我啊，好，我们再好好探讨探讨。啊，老人家开的这个很多法药都是阿且陀药啊。任何情况都能解决啊！一句阿弥陀佛是阿且陀药啊，不止往生可以解决哦，你现在面对的任何事情都能解决。为什么？你一直念佛啊，老实念佛，你的心一清净啊，佛菩萨一加持你，你就想通了，你就会有灵感了，想出方法来。所以这个阿且陀药啊，在这个世间呢，任何问题啊，你只要用真爱，真爱也是阿且陀药，都能慢慢改善。还有这个君亲师，这个也是阿且陀药，任何情况你一关照了，从自己的心念一转，境界跟着转，有佛法就有办法，有老和尚的教导啊，就有办法。那在坐之师是要学习的，坐之君，我们以身作则，有使命感，大公无私，又能纳谏，又能知人善任，
啊，能够集思广益。这是做之君，啊，做之亲，啊，能够高度信任，啊，不弃不舍，不求回报，啊，还有做之师，做之师啊，我们有培养文化沉传人才的责任，我们还能呢。随着每个机会点啊，去启发去引导啊员工啊或者是学生啊，这是做之师。那因为我们之前啊请赵小龙老师啊跟大家分享这个他学习春学旧语。春学旧语是做之师啊非常好的一部啊宝典啊，现在啊有人把它叫啊蒙师制药啊，我们要当蒙学的老师啊，这一本很重要啊，他浓缩了他一生教学的经验。啊，那我们接下来两次课程，两到三次，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一步。啊，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这一部书赵老师下的功夫比我深多了啊，我也会一起来好好学习。啊，好，那今天。又能够看到大家呢一起来啊，好，互相学习切磋啊，陈德也体会德不孤必有邻啊，我们心同师父上人，愿同师父上人，行同师父上人。啊，相信啊，我们一定能把下一代教好，啊，一定能把文化传承好，啊，然后我们时间到了啊，就到极乐世界啊，去跟师父上人报道了啊，哎，师父上人一看到你。善哉善哉啊，孺子可教也啊。好啊，那今天呢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大众请合掌。礼谢法师慈悲授课，顶礼法师三拜。不为礼。阿弥陀佛。感恩法师，恭送法师。哦，免送，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大家再见啊。